大家好，翻到玩悠游白书 100% 战斗。咁去到11月啦，咁官方会开放好多个活动。咁首先我哋逐一睇一睇。咁首先第一弹有新嘅角色五星幻海同埋桑园登场。咁呢个可以去抽嘅，有兴趣就。咁第二弹呢就係、是、送120石。同埋一張五星券，咁喺期間裏面登錄24天，咁每日有5粒石，咁合計有120個。而登錄到第25日嘅時候，就有一張五星確定券送俾你嘅。第三彈合計30回，一日一無料抽蛋。咁喺活動期間裏面，只要你每日登入，基本上就可以抽到呢個無料免費抽嘅一次。第四彈喺交換所嘅物品追加，咁有呢個有環晶同埋五星確定券嘅，咁啊係用一個更加優惠嘅價錢就可以換翻嚟。咁係用呢個悠遊幣去換啦，咁可以買呢個雲片咧，就可以獲得呢個悠遊幣再去換，咁啊平啲嘅。第五彈結晶洞窟，咁啊全屬性開放，咁啊係開放俾大家去拆呢啲界限突破材料。第六弹星灵泉全属性开放，是界限突破的材料，是辅助角色的，在11月8号才开放，大家要等一等了。第七弹就是修炼符、炼珠和钱增量，在11月15号才开始的，大家都是要等一等。他每个星期都会 keep 住出啲不同的活动给大家。第八弹战技之转书堂，是升这个必杀技的强化材料，在11月26号才开始的。第九弹就是付金买这个五星確定券同埋呢個靈石760個嘅，咁有興趣貨金就可以喺度買啦。之後有另一樣活動，靈界指令喺10月31號至到11月19號，咁喺靈界指令呢個關裏面咧，就打靈界幣，咁啊獲得嘅報酬咧就喺以下呢度。咁啊最後咧係需要打到10000個幣，就會送一張五星確定券俾你嘅。咁啊唔難打嘅呢個關卡，咁 keep 住打，每日都打下都非常之好嘅回報，有好多靈石可以攞呢度。咁啊，卡啦卡啦，咁样都攞好多零食。今条片就去到嚟呢度，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